我是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江南镇毛坪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，周一民转业军人。我感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要有锦囊妙计。这是我们毛坪种养专业合作社的黄桃基地，到了，我们下去看一下吧。这就是我们的黄桃基地，2018年底种植，今年已经开始挂果，明年将进入丰产期。进入丰产期后，全村所有艰难地卡贫困户，每人每户可创收1200元以上。合作社不仅种植了水果，还和村集体一起打造了黄金基地，种植了60亩黄金。到2021年，60亩黄金可为村集体创收100万元左右。来看看我们的黄桃吧。嘿，这里怎么一张纸？那你赚好几万块钱了，是不是？他也今天还会来收购的。生态土鸡合作社，全村60户艰难地卡贫困户全部入。这里鸡都是散养的土鸡，肉质细嫩鲜美，所以不愁销路。每一斤呢20到25块钱，一年呢可到1万到2万只，今年预计可以到2万只。谢书记。哎。我们的湖滨车间福快加工厂，我们这里的山全是生态公林和退耕还林，山上的树不能砍，但是山上的竹子我们可以划。福快加工厂不仅解决了20多个贫困群众的就业问题，而且为我们的山上的竹子的销售提供了舵主。这是我们的检查湖滨车间，检查湖滨车间为30到40名老人提供一个在家门口检查就业的机会。可以。你看花火星是啊，花火星。我们投入13万元购置器材，成立了花圃集团。花圃集团不仅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，还为20名群众每年可创收1到2万元。这两年的帮扶，锦囊妙计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毛坪村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仅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根本性的改善，而且产业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贫困人口由过去的62户207人减少到目前的4户8人。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。